家人们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啊！看这吃饭老积极，嘎嘎积极，比我吃的都快，三五分钟之内全部吃完。嗯，这面也有啊，这都是2023年出生的鹿崽子们，里面有这个人工喂养的，有鹿妈妈带大的，有公的有母的。咱们都是小丁家自己家养的啊，小丁鹿场自家养殖，没有中间商赚咱们差价。有需要这个小鹿的都可以来找我啊，联系我。